跟你讲，法国式越南式的法国面包，它、啊、主要其实卖拢是一款食的越南日常生活的食物件。哦，所以带你来再看的法式迄个是越南面包。哦，啊，带你来这姐姐在讲的另外一种口味河粉。的河粉，另外一种口味。我们烤鸭其实也还不错。哦。他现在烤鸭是华人，越南华人在做。哦。好香。而且可以哦，这黄氏叉烧。这个泡蒜头泡的。哦，这样的泡菜嘛。这越南式的口味。Kimchi， 这是韩国的。韩式的，但是是越南口味的，因为南瓜鱼露啥的都会吃。哦哦哦。哦，这改良式的汉堡。啊，这是传统的一种那个。越式的法国面包，哦，内底就加一包巴拉，哦，加一包迄个。我其实这个所在伊嘛有卖月饼，哦，你像咧刀削面迄，嘛卖月饼啊，卖一块种。什么月饼？哦，这月饼。哦，这嘛用卖一块。啊，绿色的这是啥？绿豆糕。绿豆糕。白毛松，而且。哦、这越南式的饭团、哦，越南式的饭团，它来配包这样、哦，包虾米啊，这是把那个鸡肉丝，哎，啊这那个也有这榨菜，榨菜，这菜爆了，这就很，啊是其实是还味道还好，介绍醋薯啊，酒鸡，这个是这边所的原料，哦。啊，他这边放这边。啊，这就是咱番薯安尼吃，脆脆安尼就使吃。哦，安尼哦。嘿，啊，混迄个土豆粉，土豆粉。哦。啊，这这里加。啊，这是迄、那个，伊内底包肉，伊这是迄个像类似腊肉安尼熏干的那种腊肉，内底包肉。哦。啊，但是迄种肉是生肉类风干的，类腌的。改良式的那种沙琪玛口味。哦，改良式的沙琪玛口味。越南面包。哦。这一家根本国际早餐啊。这真正。嘿，这间比较足酷的五十年啊！我这台钱哦，我叫是要送人的。哦，阿姐包烤面包，伊内底有猪肉，还有鹅肝，还有迄个肠啊、蒜头。猪肉、鹅肝、肠啊、蒜头。还有火腿，火腿，啊，很省钱哦。小黄瓜、火腿在家，而且鹅肝。哦。来，小法国面包配河粉。而且河粉嘞，味道很高，我常咱食个无啥共款。无啥共。常食迄是较清淡。嘿。啊，最起码小法迄个，它口味较重一点。口味较重一点。但是咱阮正要讲的，鱼肉先爱重。哦，鱼鱼露放较侪就对啦。什么鱼素？鱼素。就放那个。哦。啊，这从头开始。好，前下囡仔咧卖彩券。那里面那种酸荔枝的酸荔枝果汁，它这味道非常像释迦，嗯，它这个是挂灰啊，所以其实就是色彩较大粒的，品种不一样。哎，这个蛮甜，还甜啊，还甜哦，系啊，所以要加炼乳嘛吼，哎，无你加啥炼乳？加肥油啊。以上就是越南人咧食早餐的选择。不然呢，我嘛要学着即个越南人倒一杯咖啡色拉，就是咖啡加炼乳，带走。哎，安尼今仔就是我早餐的一顿咯。